第二十二题，请判断下列何者是混合物 ？A. 金，这个叫做元素，是纯物质 ；C. 银，这也是元素，这也是纯物质；猪，葡萄糖，这个是化合物，它也是纯物质 ；B. 空气，我们上课的时候跟各位讲过，我们透过液态空气的挥发，还有我们做过三种蜡烛的燃烧啦，钢丝绒的生锈这些实验，我们可以知道空气是混合物，所以根据课本上我们所教的就知道空气是混合物。所以第二十二题问我们说，请判断下列何者是混合物，我们答案呢选的是 B， 空气，空气是混合物。